就啊，不好意思。好，报告委员会啊，我们已经逐法定人数啊，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五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6日星期三中午12:00至12:12，地点群贤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李委员燕秀等18人，主席江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19案，全部照列。议程草案讨论事项2、3院会通过予以删除。议程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一、民进党党团陈委员曼丽提议通过，共7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5案；二、依请愿法第3条规定者1案，诉讼系属中未编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依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2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编受理函复请愿人；四、依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者16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谢谢。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议事我们会议记录确定了。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九次会议议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15日星期五19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2至4，委员徐国勇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交修建委员会审查，《立法院组织法》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五、委员管碧玲等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6至8委员苏志芬等拟具《环境影响评估法》《废弃物清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资讯基本法》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9至12委员庄瑞雄等拟具《国家安全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爆竹烟火管理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3至14委员费鸿泰等拟具《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5委员徐志荣等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6委员赖世宝等拟具《学校卫生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8至21委员郑天才等拟具野生动物保育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原住民族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22至23委员郑玉鹏等拟具自来水法电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24至25委员黄国书等拟具国民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26委员严宽恒等拟具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27至29委员陈怡姐等拟具社会秩序维护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0至31委员马文君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际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32至36时代力量党团拟具证券交易法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劳资争议处理法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立法院职权司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7委员赖瑞荣等拟具公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38委员陈欧珀等拟具卫星广播电视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39委员罗明彩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40委员陈廷飞等拟具基延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1至42委员李坤哲等拟具停车场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国民年金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43委员王定宇等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44委员蒋乃馨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遭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45委员周陈秀霞等拟具建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46至47委员钟嘉宾等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精神卫生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48-207。国防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卫生福利部、经济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科技部、行政院、文化部、国立故宫博物院、教育部、劳动部、国家发展委员会、行政院核原子能委员会、交通部、内政部、原住民族委员会、蒙藏委员会、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国家安全局、考试院考选部、行政院主计总处、司法院、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福建省政府、中央银行、外交部、财政部、总统府、台湾省政府、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208-216，公平交易委员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教育部、交通部、经济部等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217，内政委员会函未见请将委员黄伟哲、赖瑞龙、陈明文、赵天麟等分别拟具地方制度法第44条及第46条条文修正草案等四案进覆二读，与该会并案审查完竣之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查照案。218，经济委员会函未行政命令于职权行使法第61条锁定审查期限提报院会请查照案。219-229，行政院、230本院总务处等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1-9，民进党党团拟具两岸订定协议监督条例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立法院组织法、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立法院各委会组织法、立法院议事规则、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委员行为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0，委员赖瑞龙等拟具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1-12，委员徐国勇、委员蔡依瑜等分别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3，委员黄国书等拟具高级中等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14-20，委员刘建国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第15条增修条文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均交修宪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长期照顾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规费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精神卫生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21，委员蒋乃馨等拟具文化创意产业法发展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22-23，委员赖世宝等拟具石油管理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信托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4-27，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等委员会函未预决算案提报院会请查照案。亲民党党团提议增列28，亲民党党团拟具建筑法修正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文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谢谢。这部分我们并没有委员登记发言了，所以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跟质询事项通过。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的讨论事项。讨论事项1-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第二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3，人口贩运防治法修正草案。4，社会秩序维护法修正草案。第五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6，公路法第63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七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时代力量党团增列8，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停审议中加转售案四新政府组成后重新检视是否有垄断言论之余再行审议请公决案。9，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国家自动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议事处整理10，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105年度工作计划及受制预算书案。11，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等9家105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12，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及研究环境与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案。宣读完毕。好，谢谢。我们这个讨论事项已经宣读完毕，那现在有登记委员的这个登记发言的委员，我们请第一位曾明忠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次会议建议增列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住宅法第12条之一。及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尤敏尼等23人拟具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委员袁宽恒等十七人依据《住宅法》第六条、第十二条之一及第五十四条条文修草案，及委员郑丽君等二十九人依据《住宅法》第三条条文修草案按顺序授权议事处排列，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第二位登记发言的委员，尤美丽委员发言。主席还有我们所有的委员，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本次会议的议程讨论事项，建议如列顺序，如今天所提的这个提案。那这个内容是不是请我们议事处也宣读一下？我们先请议事人宣告。第一案，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并财教育局委员会一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基金审查报告。第二案，总统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本院各党团及本院委员李应元、李俊毅等、赖瑞荣等、赵天麟等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等相关案，共八案。第三案，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农业科技园区设置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四案，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自来水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第五案，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商业登记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六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停审议中加转收案，是新政府组成后重新检视本案是否有垄断言论之余再行审议，请公决案。第七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第八案，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函送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一百零五年度工作计划及收支预算书案。第九案，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审查卫生福利部函送该部主管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等九家财团法人一百零五年度预算书案。第十案，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审查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财团法人环境资源研究发展基金会及财团法人环境与发展基金会一百零五年度预算书案，宣读完毕。好，我们先发言先处理，我们先处理曾明忠委员提议啊，增列内政委员会审查完毕之住宅法修正草案，顺序授权议事处来调整，请问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通过。接续我们处理尤美女委员的提议案 提议部分哦，请问针对尤美女委员所提的提议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通过啊。那我们讨论事项照尤美女委员、曾明忠委员提议修正通过。接下来我们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会审查者共三案。二一请愿案第四条之规定，应提起诉讼者或诉愿者共八案。三一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全职机关处理经复者共十五案，宣读完毕。好，请愿案部分，请问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通过。有无临时动议？来，故还是来请。主席、各位同仁，就上次应该是礼拜一吧，昨天呐、啊，我们司法法制开会嘛，哈，审查这个儿童网络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草案，那因为提出的提案委员他并没有列那个主管机关呐、啊，那因此当时这个议事处就以好像是说他这个是不管部会，然后就交到了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审查。那到了司法法制委员会审查的时候呢，
这个因为法务部认为他不宜列为主管机关，那因为当时提案的委员没有列主管机关，那当然 NCC 也不想担任主管机关，那么包括那个还有哪个单位，就是卫福部他也不希望担任主管机关，那因此呢就会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大家就争执说，哎，那司法法制委员会可不可以审查这个案，那 后来引用那个组织法，就各委员会组织法的十三条的规定再退回院会，然后再建请这个院会，那用跟其他的委员会一起来联席那审查。那我只是做一个询问，我不是很懂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议事处他们在排列相关的这个议案的一个主审的这个机关。那么类似像这样委员在提出来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出这个主管的机关，但是他事实上很明显也不是一个跨部会的一个草案，应该要有一个主管机关。那所以在以后类似碰到像这样子的一种法律案，那他没有列主管机关的时候，议事处他们的人员是如何来进行这个所谓就哪个委员会来主审，或者是说像这样类似的这样的草案，议事处是不是可以要求就说，哎，提案的委员来说明他们认为的主管机关是谁，然后再来予以送到程序委员会，再来讨论送到哪个建议送到哪个委员会来主审，这样。谢谢。好，谢谢顾委员。那个，我想我们议事处这边可不可以就这一案当初你们怎么处理的想法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我们其他委员如果认为说以后可以建立某一种惯例的话，哈，我想我们把它讨论出一个共识出来了。那我们请那个处长。是，报告委员会。那我是依照程序委员组织规程列席的议事处处长高明秋，那我来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的第五条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本院各委员会审查议案由程序委员会依下列规定分别提报院会决定，所以就有八个常设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分工。那基本上我们在作业的时候，程序委员会的幕僚单位是我们议事处的同仁，那我们会拟案说这个案子拟请，所以会有一个议事处的意见，拟请交什么样的委员会来审查。那大概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们过去基本上依照什么样的情形已经有审过的，那过去的界别如果没有争议，原则上我们会按照过去的这个方式来处理。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去看那个议案的性质，那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议案可能是跨部会，好，那我们会找一个主要的，好，那当然也会发生说我们的判断跟各党团或者甚至提案委员自己本身的想法会有不同的地方，那因此就会透过一个程序，就是说我们的议事处的意见在程序委员会的时候是可以改那个议事处的意见，好，甚至程序委员会通过之后送到院会的时候，党团发现了，党团也会去把它改交某一个委员会 来处理，包括主审包括联席这个都会。好，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交下去以后，如果那个委员会认为说，哎，这个应该不是我来主审，好，那他可能就可以再送回院会说建请改交某某委员会，包括主审委员会 都改交，好，再透过这样的程序大家来确认说什么样的议案，特别是有跨部会业务，特别是当一个议案一开始那个主管的机关 不知道到底是谁愿意来承接，因为这个在行政院的部会的层级里面，理论上当初他们在法案送出来的时候，行政院应该要去指定一个 主要的一个部会来处理，啊，当然这里面会发生说我们立法的结果可能连那个主管机关大家都把它改了，好，特别是像比如讲过去内政或者是社福或者是这个包括司法法制，包括你主要的那个主体到底是谁，这个之间可能有不同的意见，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可能交下去的议案的确会发生说我们可能当初的建议可能大家最后觉得，哎，可能还是有点问题，那因此可能可以透过这样几个程序来确认这个，那当然这个前提是第一个是各党团可能有不同的意见，第二个就是说最后是多数决，好，那在某一个程序里面来处理，那因此这个案子也许将来如果认为的确不是司法法制，那再报回来
院会，那院会这个党团或者是各方面都可以有一个意见，那我们最后再决定那个案子到底主管机关或者怎么样，因为可能甚至将来立法的那个主管机关不知道是哪一个单位以上。好，所以还是有程序上面可以去询的啊。来，那个我们赖委员。主席向各位先行报告，这案子礼拜一那个案子是我的案子了哈，那是儿童网络管理法，所以这个顾名思义啊，他就看到就是儿童网络管理法，那是法，所以他加到司法，这个是我们艺术处建议的了哈。那过去像类似说交出去以后，那经过我们程序委员会也通过了，院会一读也通过了，所以到后来又把这大的方案了，我是不知道礼拜一什么地方去，或者以前呢，最近这段时间什么地方去得罪老柯不知道，老柯忘了 keep up 哪里也不会把这个案子挡掉、哦。这个像这个案子，老实说，过去的惯例也可以让他去询打嘛，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嘛，那个官员都来了，法务部官员来了，卫务部官员来了 ，NEC 那边官员也来了，对不对？就询打，询打完了又再处理都可以。但是我也不争执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是争执一阵子，后来我就让步了嘛。其实这东西也不是说我要的话，不要忘了刚刚议事处的长官已经讲很清楚嘛，处长最后是要按照一定的议事规则做处决。所以最后我如果坚持到后面，我如果要坚持就是那些表决嘛，他有个提案表决就好了嘛哈。那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啊，这意识上啊，这个只要不是很争议的法案，或者不是政治性很高的法案，大家彼此尽量的体谅对方嘛，就尽量让这个案子委员们都已经连的走到这里来了，你说又回去，所以万一即便有什么地方要加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提的啊。不过这个事情都已经过了哈。但是我要提的就是说，意识处他们是一个幕僚单位，他建议说给那个委员会，我们程序委员会是有权利改的。然后我们程序委员会改的时候，到院会一读那边一读的时候，也是有权利再把它改，结果都没有人再把它送出来。当然，他讲的还是有权利把它改回来，这个都有了。我只是说大家就互相的体谅吧。这个也不是就是民生法案嘛，就关心儿童的网络上的一些的陷阱什么之类的。当然，像这个的话，很多人一想说，哎，这应该卫福的、啊，可是他把我们交到法制去主审了。变这个样子了，所以这里面，因为那天就七嘴八舌嘛，很多人就觉得说啊，这个应该是经济部商业司又谁？那我们发现到，其实这个里面呢、啊，我跟各委员报告了，这里面是一个很中心的思想，是我们委员们呢、啊，其实老实讲都把委员做小的了，就立委的提案呐、啊，就大家就觉得说啊，立委提案就立委提案，行政部门也没有对案，只要不是行政部门提的，大家就觉得说。啊，这青菜被灌，被盖，被天花盖不进。行政部门哈、哦、提的案子，你看有没有去改？基本上没有去改的啦。这是一个大家，就是我们立法院，我在这里十几年来，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就包括说，我们立委单独的提案啊，为什么一定要等行政院有一个版本才能够审？我们过去是一直这样子，十几年来一直如此的。我在这里十几年来的经验，我就看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还是以行政部门为主，行政部门没有案子，我们这个案子几乎就没办法审下去了。他没有一些看法，没有一些东西，这个案子没办法审。那这也是我们的过去的文化，这个文化老实讲，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啊，看怎么样。既然是民进党已经 是全面执政嘛，全面负责，要不要是不是改这个文化也可以嘛？啊，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有这样的看法了。所以就是按照这个都可以，就刚刚已经提得很清楚，程序委员会可以改，院会可以改。交管委员会也都可以改，程序上都可以，但是过去的也这样的案例也都发生过了。只是我特别讲的是说，以后就程序委员会也不需要是开那么快，稍微大家看一下吧。你不要说到时候跑去又把它拉回来，这个老实讲，面子不是太好了。谢谢。好，谢谢。那基本上这是一个询问了，大家表达一下意见。赖委员这个案，反正照程序，他会再回到这边来嘛，啊，那我们再改交适当的委员会，好，好，那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没有，那我这边宣告一下，就下星期二，哈，4月19号的程序委员会，我们改在上午11点召开，哈，那请各位委员能够准时出席，好，那只有下礼拜而已啦，好，其他还是维持，啊，那各位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啊，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散会，谢谢。